咦，要到儋州了，我们下车啦。儋州古称儋耳，这里不但风光秀丽，历史文化底蕴也十分丰厚。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就曾在这里写下不少诗词文章。现在的儋州是海南西部的中心城市，近年来经济、社会、民生等各方面发展迅速。海南环岛高铁在儋州设有平滩、白马井、棋子湾三个站，既然都已经来到了白马井，那一定得在这里试试当地的海鲜，不但十分新鲜，而且还物美价廉。离白马井不远就是羊湖港，出了高铁站走羊湖大桥很快就能到。海南建设自贸港，羊浦就是先行区。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11个重点园区之一，羊浦经济开发区承担了海南自贸港先行先试的重任，将按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、先进制造业基地、大宗商品集散交易基地、国际贸易创新示范区等发展定位，为全岛自贸港建设积累实践经验。现在的羊浦港建设可以说是红红火火，多项自贸港优惠政策率先落地，港口吞吐量快速增长，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正在把羊浦港变成一个东方大港，这个海南自贸港建设样板间的未来值得期待。